之前总听我奶奶他们说生孩子老十岁，真的没有骗我们。Hello， 我之前是学法律的，结婚三个月吧就怀孕了。他跟我说我很辛苦，让我在家养胎，然后又辞去了工作。我生宝宝之前是有点婴儿肥的，皮肤也很紧致，但是生完之后真的法令纹好重好重，还有泪沟、眼角细纹都出来了。可能是不是跟我熬夜带宝宝，因为做了妈妈都知道，五六个月之前就是两小时起来喂一次奶，和睡不好也有关系。对，一直就是没有睡过整觉。你说这几年比较少化妆了是因为什么？我老公非常忙，他也经常说他一个人赚钱不容易，所以我就很少再买衣服和化妆品了。我觉得你很像 WiFi 之母，说不上来哪里，就是跟他眉眼，天哪，他应该是个绝世美女吧，我可能磨20层皮都不会像的。这是根据咱俩的描述老师给画的画像。我在别人眼里这么好看吗？当然。我们一会儿去挑一套复古的婚纱，我还挺期待接下来的变装的。